今日咧，我哋就嚟測試一下，如果 Isaac 喺度食緊自己嘅零食嘅時候，可能會有咩反應呢？拎出嚟啊！你望住 Isaac 啊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史小晴晴，呢個係 Isaac B。都要想下嘅人啦，系咪？咁咧，上次大家睇咗 Isaac 喂 Holly 食零食嗰条片啦，咁咧有啲人就话 Holly 好似好惨咁样，唔想同 Isaac 玩。咁其实咧 ，Holly 妹嘅性格比较傲娇一啲嘅，因为 Isaac 最近咧好中意咧咬手指啦，咁所以咧我哋会俾佢各种咧摆喺个口里面咬嘅嘢啦。咁其中一样咧 ，Isaac 嘅手指饼咧 ，Holly 系超中意咯。咁所以今日咧我哋就嚟测试下，如果 Isaac 喺度食紧自己嘅零食嘅时候 ，Holly 会有咩反应呢？咕嚼，好唔好啊 ？Isaac， 好唔好啊 ？Isaac， 要唔要咬呢个啊？睇下佢有咩都摆咗落口先。佢咬玩具咧，阿可力咧系唔会理佢噶，喺度自己休息紧系咪啊？好味，我哋试下嗌可力，可力出嚟啊！出唔出嚟啊？出嚟啊！好乖，要唔要去 Isaac 度啊？唔要啊！你睇下 Isaac 做紧啲咩？咬紧呢个啊！对妈咪比较有兴趣喎、啊，你佢翻翻埋佢嘅位置啦。你唔咬呢个啦，我哋换一个啊，好唔好？望紧咩啊？哎呀，咁对住。好啦，呢个系 Isaac 另一个喺张床度中意嘅玩具，要唔要啊 ？Baby 啊！又摆落口啦！哇 ，Baby， 你又食手指啦！呢个咧就系最近俾 Isaac 咧揸住，可以摆落个口度磨一下佢嘅牙痕啦。咁我哋而家咧就试下开呢个俾 Isaac 食，睇下可力有咩反应。咁因为未打开啦，所以而家可力咧系冇反应嘅，系咪啊？唔知道攞紧啲咩啊，傻猪？咦，开始留意到咯，睇到。唔算啦 ，Isaac 未开始食，可力个头已经喺度啦。喂啊，可力唔系你噶 ，Isaac 要唔要啊？冇反应嘅，你要唔要啊？喂，唔系玩具嚟噶，喂，可力唔系你噶，可力唔系你噶。哇哇，发生咩事啊 ？Isaac 你系咪专登掉俾可力食噶？喂呀，可力得逞啊！我哋得逞啦！哎呀，嗰边喊啦，嗰边喊啦！你唔开心啊？哎呦，好多妈咪安慰你啦！哇，你已经食晒啦？仲去搵？你望住 Isaac 啊，睇下佢仲有冇嘢俾你食。吃了整条了，开心吗你？是不是开心啊？吃，这个。好啦，阿石都系要食翻自己的手指。咬伤了系咪咁？以上的情況咧，其實係成日發生嘅咯。阿石成日都掉嘢俾我哋食。好啦，咁今集就到呢度啦。大家如果中意嘅話咧，下面俾個 like 啦。有咩想講又盡情留言。最緊要訂閱我啊！我發現咧好多 Facebook 嘅觀眾你都冇幫我按讚，唔該幫我撳翻個 like 啊！咁我哋下次見啦，拜拜。同觀眾 say 拜拜啊，阿石，拜拜。好啦，我哋瞓覺啦。